早上本来要先测验的，没有测验哦，所以我们就留到下午。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28位嘛，像这样是不是都很及时的，马上就看到我们的统计情形。首先第一个，你还有在用我的最爱吗？用的真的不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早上有讲过，那些你都没有怎么样，很认真的爱人家，对不对？就爱一次就丢在后面了。所以我的最爱真的也要整理啊。因为爱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我规去问 Google 看，给你问到我上面来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有加，哎，这个也爱，那个也爱，加到后面就太多了，你根本就搞不清楚，干脆问 Google 比较快。哦，就类似这样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过，就是雅虎的部分啊，其实它真的已经没有在做搜寻引擎了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任务的第一个里面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2011年就没做了。虽然你用雅虎，好像搜寻功能还有，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从这边进来，你点雅虎，你去找我们的这里，好，假设我们找这边，你这样一找了之后，你往下走，这里我先复制起来，好，来，哎，在这边也是一二三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好，所以该不会你上完课只会一二三吧？从此不会四五六，有没有？来，你看这边，有没有注意到 Power 摆什么？不是摆雅虎哦，那 Bing 是谁？啊，病啊，有一个网站你们可能很久没去过了。事实上，我们现在的搜寻引擎只剩两家，一个就是 Google，一个就是微软。MSN 是不是他们家的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是谁？病。所以点进去，有没有看到病？这样，那我把这个留在旁边。我再开一个，我用 Google 找给各位看。所以你知道，其实雅虎很可惜，它做到自己的核心业务不见了。啊，雅虎不是用搜寻引擎起家的吗？对呀，可以做到自己的核心业务做不下去，换别人做，所以也很厉害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在这边，你看，就把它贴出来，来，各位。你比较一下好了哈，这个跟这个，请问两边都有无共款？有啊，我知道啊，logo 不一样啊。第二个，颜色不一样啊。人家有麦克风，他没麦克风啊。然后呢，你看结果当然不一样啊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安呢标题？它也标题，网址，它也网址。如果我今天把上半部遮掉，你搞得清楚你是用 Google 或是 Bing 吗？上面遮掉的话，你看得清楚吗？应该是又分不清楚了，对嘛？哦，所以微软打不过就加入嘛。那你看右手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，对不对？有一些结果。哦，那所以说。这里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啦，因为反正搜寻引擎功能现在几乎都底定了，以 Google 最大嘛。但是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只每次都只用 Google 找，因为你只用 Google 找，你就只有单一资讯。你看我们这样一找，有没有发现得到结果是不同的？你的当你的消息来源都是单一来源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受它影响很多？会啊，它讲什么就是什么啊。我讲一，你就不敢讲二啊，因为你说我排名没有在前面，可是事实上真的结果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建议大家，你试看看 Bing 啊，虽然它不见得找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不一样的搜寻的运算方式哈，安尼有了解哈，所以记得雅虎，下次就看它的新闻就好了，其他就不用找了啦，反正你搜寻现在也几乎不会用它了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往下走，
这里以图找图，各位有用过吧？不过去年，哎，应该算今年还是去年哦，就是 Google 的以图找图事实上是有改版的哦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被告，被告了哈、哦。来，在这里，你看我们找我们的图片，有没有找到我们的？对不对？那什么叫以图找图？有没有用过这个照相机？点一下，是不是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？哎，这样叫以图找图哈、哦。那有几种方法，一般我都是比较那个啦。比如说，我问一下各位好了，我们 Windows 里面有一张图，大家看了很久，请问这是哪里的沙漠？有人知道？那问一下，为什么要特别讲一下以图找图？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关键字的时候，请问你要怎么搜寻？你总不能说某某人，对不对？或某某地方，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印象嘛。啊，这人我捌看过，这所在我捌去过，但是你就叫不出那个名字啊，那怎么办？以图找图啊。所以我一来不是跟你讲，你可以肉搜我吗？你看我都用偷懒的，有没有？我这样拉拉拉就拉过来了，一丢。他就把这张传上去，因为我们看电视、看新闻，有没有常看到有小偷被拍到监视器画面？脸如果够清楚，你看一丢进来，跟以前你用哪里不一样？有没有发现前面不一样？有没有？他用这张图去找，哦，这张图可能是 Windows Sample， 有没有？那也有可能是别的，哦，看起来类似，有没有？这都是类似的，所以你这样一找。有图好像就有真相了哦，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它？是不是相关的那些资讯就跑出来了？哎，你要看，哎，那我刚刚有讲，这个 Google 被告是因为这样子，这个，比如说以前我们是点下去这边看到这一张，下面是不是有大中小，甚至可以直接存档，现在他就不做这个，就把这个部分拿掉了，因为有业者跟他告是因为。你这样子，人家到你这边就不会再到我的网站去了，流量都被你占走了，你了解吗？图是用我们家的，结果呢，他找到这边就直接存档，或大中小就找到大张，他就不会再去我的网站。所以现在你要这样，就一定要前往他的网站去看他的大图，这样了解？好，那当然你要投机一点也可以，因为我这一张不够大，我就按着它丢，有没有丢到这里？这样也是以图找图，有没有？那他就会帮我们找这一张有没有其他的 size， 哇，要不是机器人了，流量太多。哎，红绿灯，虾米，略过，哦，会被骗呢。红绿灯有，哦，对吗？考题越来越复杂。好 ，OK， 好、哦，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大中小？好、哦、像这样，你就可以从这边再去找，这样你了解了哈、哦。所以我这样一找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哦，有没有所有尺寸都出来了？以前这个动作是可以一起找啊，但现在就是要分成两个部分来做。好、哦，这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其实你可以在这里用。那比较简单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就脱衣进来。